晚上好，刚才啊，那个整理这个素材的时候啊，发现那个上个月啊，有一段素材啊，一直没这个剪辑，是我这个骑车呀去这个清华大学的这个周围啊，一个扫街的一段这个视频，刚才呢给它整理出来，剪辑了一下，然后当时呢用的是这个GH6 拍的这个格式啊，是这个 LOG 灰片模式。刚才我在这个调的过程中啊，套了几个 LUT，发现了有一个阿莱的这个颜色啊，特别讨喜，所以呢，我把它那个做出来，然后分享给大家看一下啊。